介绍一个案例，五行大天赋大天宫。我即马讲水占才灵咧，那占不灵，你马上唔行。我唔是我传梦，我动梦，我动。玄虎啊，玄木银角君啊，嘉宾名称是云岭仙岭，我就知道玄虎的葫芦的虎啊，玄尊朱九环，你不能好过来。三六来彩虹，这个可能都是了。遥观刘梦君，托甲金，金衣真人。托血一目星君，为兵呢？夜豹神君，色目七夜君，当时家这尊人这经人，好啊，开的，人木虎神君，我是只鹰啊。老王先师，灵，威武应该挺好啊，变观音。这个五行，忍耐成果，忍耐成果，低耐先行，先行我先行，忍耐、忍耐、低耐、错耐先行，安尼会变不成事。嗯，要水也，刚刚去五元的那个家。看着这，也不要改水。这什么鱼啊？鱼啊，没吃过。爸爸，这个什么鱼？鱼啊！你水够湿的，这鱼味。想买啊，都唔想买啊，唔想买。有灵感，有道理，这鱼够湿的。水的这个庙，我是这个。什么鱼啊？你不能介绍，都忘了。
一老鹰啊，这叫老鹰啊，老鹰戏院，老鹰戏院。这鹰戏，鹰戏，这水的。鹰戏。正殿頂冠，這一邊講一邊，這就是五天門，五天門像南天門這樣，這是五天門頂冠位，台生也講，台生也講，天叫金毛祖师啦，金毛祖师，白毛祖师，粗毛祖师，粗毛祖师，还有孙大祖师呢。比较水，动生态动物，一切是自然的，自然大自然生态，那边嘛有，鹿啊，老鹰啊。你边上现在拆了要钱才能收回。哦。就是这个世界，二十四节气的生态。廖庆章，这样子要叫，这是二十四节气。哎，你看做事鱼跃龙门，你这鱼跃要变得灵啊！哎，伊即嘛就是咧讲，咧伊咧讲，啊，你着啊，伊着安那话，啊，然后伊就是内底拢无写去啦，有看到伊是我用大天讲尔，伊即拢无够咧画人物啦。没基本咯，拢大自然的啦，大自然的。而且规个菜园是拢迄个品种来，即嘛就是新品种。大自然。大自然就是安尼啊，在咧混沌的时阵，你都无啦，你只看些修理。鸡啊，鸡啊，有鸡啊。哎，老弟，我讲你头啊，都服侍我，唔带队。贝壳，螃蟹。这高兴的礼物啊，
新竹嘛，都伊无伊啊，五尊嘛。那你五尊要看？你新竹嘛，我反正一百毛汉就汉，啊无这六行作书的，四行作书好，忠孝仁义。五行德，六行作书办好。这边六行作书行，六行作书忙，有人忙，多人爱分，会使帮分。看这个后壁只，这是十八，十八行动，水无？慢慢看，十二星君。到十八尊，二四六八，十八点九，做完做物件，拍鼓开天的。熟悉不在耶，这么一百度，当归啊，二楼啦，关主公来看卖，拜一下，虽然不做了，就住在啦。光屁股那屋啊，一无上，看不到零啊。看我麦看，这飞机较机灵。
水无？鱼啊！三十八度，要赶时间了，就剩下几。唔捌看呀，唔讲这个看，你真唔捌看。比贝壳名个迄个壮观。你这鬼拢会说起啊？日出、日中、日落，这是直播吼。